knees in a dusty shirt. We didn't have a dime. No, you and me were poor as dirt. All we had was time. Hey, do you remember? Sneak it out in the night. Me playing the fender. And you see. 我今天点了黑旋风地瓜吐司，然后还有一个伯爵奶茶司康。第一次点这个，感觉很好吃耶，超香的。然后还有一杯热的红茶拿铁，因为我觉得每次吃一个吐司都不会饱，所以我今天就加购了一个这个司康。感觉蛮好吃的，它茶香味很够，然后我觉得算是偏甜一点点的司康，毕竟它上面有淋这个奶霜。这周的影片是收到苏菲的邀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苏菲他们家的这个极净肌天然原生棉。其实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很喜欢用凉感的卫生棉，不过我不会到整个经期的时间都在使用它。苏菲这一款就是我平常除了凉感卫生棉之外会不断回购然后交替使用的一款。他们这次还有推出了这一款天然100%的有机棉。我会回购这个卫生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无漂白的，而且六大无添加，无添加、漂白、防腐剂、荧光剂、甲醛、香料以及染料。因为它卫生棉片的制造过程中少了漂白这个步骤，所以呢它是呈现一个天然的原生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疗愈的奶茶色，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那种纯白色的卫生棉。像是我手边有在用的那种无印良品的化妆棉，它也是无漂白的，所以它也会呈现一个蛮天然的颜色。然后化妆棉这种东西就是早晚会使用嘛，一天最多可能就是用个两次，但是卫生棉这种东西它会在生理期的这七天都长时间的跟你的私密肌接触在一起，所以更需要去选择这种天然啊，然后对肌肤比较没有负担的产品，把这些会刺激肌肤的化学成分降到最低，这样就可以减少红痒，使用起来也会比较安心，而且没有了漂白的工序，也不会排放废液，所以对环境会更友善。平常有在用保养品的人可能会看过后面这一个 logo， 这个是皮肤科医师协会 Dermatest 敏感肌肤认证。像是很多美妆品、保养品，他们的诉求如果是不刺激的话，就会找这个机构去做认证。苏菲的这个天然原生棉还有100%有机棉都有拿到最高级别的五星级认证，所以这个产品它是跟其他像用在脸上的一些产品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的。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就是生理期的时候心情已经蛮不好了，如果碰到一些肌肤状况像是红痒啊等等的问题，就觉得更不安或是很紧张。但是我在使用这个苏菲的天然原生棉的这段期间，我的肌肤是完全没有出现状况的，而且就是因为它无漂白跟六大无添加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使用起来真的是比较安心。而且我有推荐给身边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都跟他们说这款卫生棉就是长得可爱然后又让人很安心。因为这种会长时间接触到肌肤尤其是私密肌的产品，真的选择这种无添加或者是没有一些化学成分的会比较好一点，棉片很柔软，所以我觉得在使用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摩擦或是刺痛的问题。然后虽然它很轻薄，但它吸收力真的非常的好，通常我在月经来的第一二天的时候量是最大的，就算是那种比较量大的时期都可以感觉到经血这样子咻被它吸进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种吸收力不是特别好的卫生棉，你的经血在流下去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经血啊什么的都浮在表面然后贴着肌肤，但这个它真的是完全不会，真的是瞬间被吸收掉。而且两侧的这个防漏沟槽可以很好的阻挡经血外流，就不会很容易流到内裤的边边啊或是沾到裤子。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吸收力很好然后异物感又很低的棉片，整天用下来也不会觉得很湿湿黏黏不舒服，是比较干爽的感觉。还有刚刚提到现在新上市的这个100%的有机棉，它的差别是它的表面是使用100%的有机棉材质，但它这款厉害的是它是十大无添加，所以会更适合敏感肌的人。天然原生棉它其实也有推出护垫还有草本抑菌款，这款的话它其实有两个味道，我手上的这个是鼠尾草香，还有另外一个是小苍兰的味道。苏菲现在还有推出很多的促销活动，会再把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开来查看。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在生理期的时候可以尝试看看苏菲他们家的这个天然原生棉还有天然100%有机棉。嗨大家，我今天决定要去咖啡厅工作，虽然是连假，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安排要出去玩，加上比比叔叔在上班，
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干嘛，所以我想说干脆我今天就去把这一周有一些可以坐在电脑前面完成的工作给先完成，这样子我后面就会比较轻松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去咖啡厅的穿搭，首先呢是来自 Mirror Q 的这个木耳边高领，这个已经穿过蛮多次的，我真的超级无敌爱穿它。然后接下来呢是来自92的这个针织外套，这件超级无敌可爱，是我大概在去年11月12月买的，它是做这种两边不对称的设计，然后是这种米白跟雾蓝色的撞色。今天呢我搭的是一件就是跟它有一点点配色到的长裤，这一件呢是来自 Tolaku 的灯芯绒裤，但是它的灯芯绒不是那一种很粗很厚的灯芯绒，所以我觉得它不太会限制说只能在冬天或是很冷的时候穿。这双是 New Balance 的 XC72， 我觉得它的配色很好看，而且很中性，男生女生都可以穿。我今天虽然是第一次把它穿出门，但是因为我已经试穿过很多次，然后在家里走来走去都觉得它穿起来整个就是很舒适很好走。然后接下来呢是包包的部分，包包我今天背这个 The North Face 的厚背包，我每次只要带电脑去咖啡厅都一定是背它，从大概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背它出门。It's been you all along, but I've been too caught up to see it, baby. We can have it all. 前阵子一直在下雨，然后天气超冷，今天天气真的超级无敌好。现在要去的咖啡厅是我之前在文化上课的时候很常下山跟文馨他们讨论作业的一个咖啡厅。Goes up in flames, I'll take the pain. If I never try to get it, I can just forget it. I'm done playing the waiting game. I'm so done. I'm all done playing the waiting game. Baby, like the star.I've been a million miles away, but you've been in my heart, somewhere down all this time hidden away. I'm not waiting. 各位，我进度超前，原本只是想要把影片初剪完成，结果音乐也全部都上完了，很开心。我刚一直在想要吃什么，然后每次都想要差不多的东西。刚刚有没有要去吃旺角石头火锅？但是我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吃一些就是平常比较少吃的东西。所以我最后决定呢，要去吃富宏牛肉面。建宏还是富宏？富宏。建宏。每次我都搞错。对，我要去吃建宏牛肉面，还是富宏啊？那我问你哦，比较好吃的牛肉面是建宏还是富宏啊？硬要选一个的话，可是我们平常我们唯一去吃过的是哪一家？是富宏，对不对？好了，没关系啊，我只是要知道我之前吃过的是哪一家而已。Another minute, if it goes up in flames, I'll take the pain. If I never try to get it.今天比比叔叔休假，然后天气又蛮好的，所以我们打算要出门，但是要去哪里的话还不知道。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首先呢是里面搭配的这个内搭，是我跟女孩的自定款速T。后面搭的这个白色针织背心是 OIV 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去年的款了。然后接下来呢是裤子，裤子是我新收到的，一穿上去之后真的觉得超级无敌喜欢，它有一点点侧边抽虚设计的牛仔裤，对了旁边这个车线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看，就是它不会到太夸张，也不会到太过于简单，整体的版型就是一个比较偏宽松的直筒裤。其实我一开始蛮担心它的长度会不会对我来说太长，但是后来我发现它的高腰做的蛮高的，然后在胯的地方也蛮刚好的，不会说这边有一坨东西，所以整体穿上去的版型我觉得非常的满意。我刚刚都已经准备在旁边睡觉了，结果他突然叫我开车，刚好到吃饭时间，我们就先来吃饭。哒哒。
我们跑来狗狗的这间店帮奶奶买衣服，这超可爱的，他挑的。我买了一些小零食跟一个奶奶的衣服，这件超可爱的，它有两个颜色，可不知道它穿起来长怎样，哎，会不会超宽。他刚刚试了这个黑色的牛仔外套，这件很好看。看到一件红色的牛仔裤，有点微微的喇叭，这感觉会很赞哦，还不错，但就是前面有一点一包的感觉。怎么了？你觉得红色裤子怎么样？我看到我吓到，我就以为出什么事。什么出什么事？你觉得不好看吗？你干嘛不讲话？你哪里拿的？还没啊？这是什么裤子？这裤子，哎，他叫我穿的裤子，我根本看不懂，好吗？这什么意思？哦，假裙子，它是 The North Face 的。这边 logo 在这边，完全不懂哎，他在整我吧？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才不想问你嘞。我觉得红色裤子还比这条粉红色裤子好看。都超怪的，我刚刚只是看它很奇怪，我看它是不是因为好看呢、啊、？Hello， 大家，我们刚刚已经逛完了，然后现在决定要去乐华夜市吃青瓜丝，应该叫关记，超级好吃的。然后还有一个麻辣豆腐。谢谢，谢谢。我们跑来旁边吃臭豆腐，米叔叔点鸭血臭豆腐，我点麻辣臭豆腐，还有一个油饭。我们刚走之前还去买了那个日本鸡蛋糕啦，然后后来呢，因为有一家地瓜球很有名，然后就一直记得那个地瓜球要排队，而且它有一个板子立在中间，叫大家这样排，所以呢，我就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我就买了之后发现。它变成彩色地瓜球，就是它完全不是原本那种地瓜色地瓜球，它变成一个那种神奇宝贝球的颜色，然后还有一些特殊很缤纷的颜色，然后就半信半疑的就买了，结果是真的好吃的，不过它那个样子真的看起来不是很好吃，我等一下拍给大家看，非常的奇怪，但它味道还是一样好吃，这样就好了，只要闭着眼睛不要去看它颜色就没事。好像用粘土搓的，真的，各位你们看，地瓜球就是这个颜色，真的看起来超不美味，但实际上蛮好吃的。大家看一下这一根，甚至有蓝色，然后中间还有很多大理石的纹路。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买了些什么东西。首先呢是第一家 Beans， 我们来看一下 BB 叔叔买了一个很像滑板裤材质的长裤，然后下一件也是他的，是一个企鹅的 T 恤。接下来是我的，超级无敌可爱哦。首先呢是我一走进去店里面就看到的这一件，它是一个针织的背心，然后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不对称的设计，然后一边的话是横的这种图案，一边是直的，超级可爱，总共两颜色，然后我最后犹豫超级久选了这个比较亮色系一点，然后比较跳一点的颜色，另外一个是比较暗一点的，然后这个刚好是架上的最后一个，所以就直接拿了。然后接下来是在 Beams 买的最后一件，是这个超级可爱的短版上衣，而且我看到这个时候一直想到之前跟808说，就是以前国中高中的时候去逛什么夜市，然后或是有一些鞋子会叫什么牙买加配色，你知道我讲什么吗？就那种绿色、黄色跟红色的，这超可爱，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短版上衣，其实好像也没有短版哎，就是比较小件一点点而已。然后当初就是看到它，觉得颜色很可爱，而且好像满3000块又折了300块。下一件呢，就是我在试衣间试穿那个红色裤子的那一件，然后 BB 叔叔一直说他觉得不好看，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它的前面那一包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大的感觉，所以我后来就没有选那个。我们在这边呢，首先先帮 BB 叔叔挑了一个牛仔外套，是这种黑色的，因为它很多那种蓝色的，所以我看到黑色就想说，哎，要不要试试看啊？他就说穿起来好像不错，他就买这个。接下来是我们的
T 恤是在那个花车上面看到的，这一件是 BB 叔叔的字母 T， 然后我的呢是一个图案，好像是一个人在戴安全帽玩特技滑板，蛮可爱的，它是有点点米黄色的感觉，不是纯白的。还有奈奈的衣服，你放在这边吗？我帮奈奈买了一个超级可爱的条纹高领，因为她最近好像天气冷一直咳嗽，所以就帮她买这个让她保暖。然后还有一些零食，这种小小的，我想说帮 Ginger 刷牙的时候刷一下就可以喂她一个，大概就是买了这些东西。今天要带奈奈去进行洗牙的手术，全家人都出动。还有妹妹，哇，你看起来就是刚睡醒，好肿。我确定会多久？感觉一个小时，感觉会结束。奶奶好可怜。奶奶是要去洗干净牙齿。奈波比，奈波比，奶奶，这里。他很紧张，哦，咳嗽。你很夸张。那你帮他戴了。哦，对，我要戴笼子。我还戴了这个。他的小毯毯，带了一个奈奈的保暖毯，因为麻醉之后会很冷。跟大家说，刚刚的状况呢，就是奈奈进去之后就很紧张啊，他就疯狂咳嗽，因为他最近就是因为变天的关系疯狂咳嗽，我们已经检查过蛮多次，就是心脏跟支气管还有肺都没有问题，所以推测应该是天气变化过敏。但是呢，就想说他一直咳也蛮危险的。就今天没有办法帮他麻醉洗牙，之后可能要再等他状况好一点的时候再打电话预约，然后预约的话还要再等两个礼拜，就不确定他两个礼拜之间状况会不会就是变得不好什么的，所以他就是个未知数。不过奈奈今天就是逃过一劫，他现在就完全不咳了，感觉是他刚刚是太紧张，然后就是一直咳一直咳，很大声那种。奈不逼。奈奈想要去狗公园，我们来到拿药的医院了。没事，他需要穿衣服，昨天买的那一件。我不忘记，我以为他今天要洗牙。我还买了两个全能狗，一个是奈奈的，一个是 Ginger 的，然后。这些全部都是奈奈的药，啊，超级无敌多，有止咳加强止咳，然后还有，一个好像让他睡得比较好的药。终于要来吃午餐了，我们决定吃二楼，因为可以带奈奈。要出来了，他们还帮奈奈准备了垫子。准备好了吗？喂，好乖，这边，好，在这里。在这边睡觉，他会乖吗？我很好奇。奶奶要喝水吗？要喝水。奶奶好乖哦。他居然喝水。那一定是太刚刚的了。要不要点个沙拉？好，那看太大。哦，那先。这时候想起奈奈的蛋蛋。有问。没有，好可爱！来，我看一下。啊！全部都掉在桌子。这个就是上个礼拜陪 BB 叔叔去买的水管，现在已经装上去了，超级无敌方便，这样子帮乌龟换水就很快。晚上来戏子这边吃宵夜，我点了干面，然后紫菜蛋花汤，他点米苔木，还有一些小菜跟米血，他的米血有花生粉可以加。买了这个药膏还有棉花棒，这一只比较大的乌龟，它买回来的时候背上就有一些这种胶汁，
可能是之前都没有在晒太阳或是怎么样，所以我想说也顺便帮他的背杀个菌。擦了吗？你不要不要咬，其实我觉得它还好的，小只的乌龟更坏。没有，它刚超坏，你知道吗？你把它标准上看试看。刚刚咪咪叔叔把整个鱼缸又重新洗了一遍，然后我们把石头拿去煮，就是让它完完全全的消毒，所有东西呢都再消毒一次，等它们干养一阵子之后再把它们放进去，如果有好一点的话。今天要跟静腾还有 Megan 去吃早午餐，然后晚一点可能会去咖啡厅剪片。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今天的上衣呢是 Levi's 的这个多色的 Polo 衫，这个是在 Outlet 找到的，好像那时候加上剩最后一件，这件我超级无敌喜欢，然后我这次把它扎进去穿，因为它其实是有点长有点大的，我是硬把它塞进这个高腰裤里面。高腰牛仔裤的话是我跟女孩四月联名的选品，然后现在大家看到后面乌龟在晒太阳，是因为他们最近就是一直不爬上去晒太阳，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就只好强制帮他们晒太阳，不然肌肤会出现一些问题。我跟你们说，他们等了我5分钟，然后到现在还没点东西，我一来就点好。我们是选择障碍，我们是选择障碍。对，所以你早就选好了。他早就选好了，通常应该都是女生比较选的，可是我是选次哦，选超久。是因为很多这种咖啡厅他们的那个名称，我就会想象不到太模糊了。可是我都会看那个 Google 的照片，然后就会比较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给我看这张照片，我想说，我没给他看起来，不要给他看起来，他要选不要给他看。给大家看我点的焙茶拿铁，然后静腾喝柳橙汁，那个这是什么？谢谢燕麦拿铁。我点这个是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到，觉得看起来最厉害的，跟 Megan 都点这个，然后静腾是，然后我是这个，你想我念一下吗？还是炸菜单？加州。库克夫人，这个是什么叫？应该就是他的那个，叫是松露吧？伯爵加松。我们现在在看一个静腾推荐的影片，然后缩小脸。对，因为我们今天水肿，我今天超严重。可是要做多久？这整个疗程要7分钟左右。哎，那是认真要做完，对，我真的有做，真的假的？气就是关节那个打开。有。好鱼哦！你这什么画面？我要拍摄影片之前的 routine 这样。可以把这个网址分享给我吗？哎，可以。他们两个现在要帮我拍照，我们看看他会拍出什么样子。各位，你们现在看到的是静腾拍的，就是构图有点奇怪，拍到旁边摩托车，然后再是 Megan 的，再下一个也是，哦，这也是静腾，对，这是我的。好，要慢慢变。这个超好看，从这边开始开窍这样子。他们拍得到啊？可以吗？有点黑，我到时候直接放图片在这中间。好，可以。来，你看，这个角度就有差嘞。可以。拍上瘾了怎么办？拍上瘾了怎么办？对，梅根真的是摄影师，只能去当录影的。赞哎，太强了，可以，这个哇，看起来超高哎。对啊，对啊，看起来超高啊。我们换了一间新的咖啡厅，刚刚那间打烊。我们说跟梅根推荐的。早上在忙影片的东西，然后下午想说跟妹妹去一趟东区，因为她说她想去买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今天的这个短版的白色上衣呢，是来自 OIV 的，我记得已经是去年的款了。它就是一个非常贴身，然后很适合当内搭，也可以单穿的上衣。然后裤子呢，是我最近收到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条裤子，它的颜色很特别，我觉得是比较偏向草绿色的感觉。然后它在前面的地方有做一个这样子的开叉。包包呢，背的是这个 Bera Bera 的
小包包，这个之前有在 IG 分享过，它容量超级大，可以装一下我的相机还有脚架。你们看一下它旁边真的是很宽。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前几天不是有介绍苏菲的卫生棉吗？然后刚好前阵子收到 Mini Matters 的包裹，它里面就是跟苏菲的这个原生棉合作推出的一个放卫生棉的小束口袋，超刚好的，然后就把它这样子带出门。超级久没有来东区，而且是在这种时候，平日的下午两三点，因为想要去逛一个跑跑袜，我就陪他去，然后我们晚一点再去逛一下 GU 什么的。耶、yeah. ！买了这个超可爱的泡泡袜 ，No Limit 放的。超可爱，它是双色哎、欸，对，就左右脚不同颜色，真假的？你怎么没买黑白？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可爱，更可爱，咖啡色的那个，像奶茶这样，没错，赞。我买了芒果清茶，今天还减十块。Makes a world of difference, so you make. 是 GU 最新出的裤子，多色的裤子，粉红色，它真的超级粉的。而且我觉得它版型。今日非常感谢。要试试看吗？欢迎 GU 名单店。说现在我们逛的差不多了，然后现在想说去吃晚餐，想要去看看理事有没有位置，因为它不能定位，所以我们只能赶快过来看。希望有位置。我们等了大概半小时就排到了。他们的饮料想要喝什么呢？这杯海梅，我已经喝完了。它上面都什么粉啊？哇，还有点辣椒的感觉，咸酥鸡。好酷哦！是盐酥鸡还是咸酥鸡？好像是盐酥鸡，盐酥水鸡。对，是咸水鸡盐酥鸡。你喜欢点什么？培根蛋奶。反正蛋跟培根。我点了他们家的这个李氏奶茶，是没有加鲜奶的那种。我喜欢喝这种奶精的，对，奶精味的奶茶。我们刚刚最后加点了这个伯爵茶戚风蛋糕，今天刚好是伯爵茶口味，然后我自己本来就喜欢伯爵茶，太幸运了。现在也没有装地方，它就是要开胶。哦，蛮好吃的。